没事吧？嗯，我不要进。太好了。都怪你啊，栗子，我的手都擦破皮了。哎呀，好痛啊！又忙给想丢。哼，我绝不原谅他。栗子，你真的很粗鲁哎！哎呦，好痛！快系好你的安全带。应该要先回报。胡椒，我是两斤，正在跟踪一辆挂独立区车牌的砂石车。就是那辆砂石车的司机到处张贴栗子的海报。好，那就两面夹攻，你们走水户街，往这个方向过来。没有，所以我才告诉你要快点系上安全带的。哎呀，我的腰断掉了。哎呀，啊！